它不需要大牛粉。这是包装袋。包装颗粒。今天带了个物料了没？没。为什么不带了？那个东西早上的时候走的有点急。我还以为要带物料过来给你拍视频呢。上次我拍了一下视频。这是国际的厂物改的吧？啊，厂物改的吗？这以前是做那个老粮食机械的，做那个面粉机组，做那个面粉机组的。厂子现在你们承包了？就有事情。我以前做。跟以前就是做那个面粉机组。一样的。跟那个永乐集团是做给他做配套生产那个墨竹。对。都从。对，他这个机器还是给他。15到50可以调，啊，可以调15到50，那是一包是吧？啊，那一箱是可以保存的。就是一分钟包4包。